赶快来看开学礼，河美警分局也来启动活动专案勤务，结合明日多好志工以及多好老师，在学区各中小学在透早上课时段协助维持沟通，也来加强学校周围的巡逻。今日是新学年度的开学礼。河美警分局启动活动专案勤务，结合明日多好志工甲多好老师，在学区内各中小学在透早上课时段协助维持沟通秩序，来维护学校周边的这个交通安全，那维护学童上下学的一个秩序哈。那警方在这边提醒家长，那暑假刚结束，学童的生活作息还没完全恢复正常。注意力较不集中，那应该注意学童在上下学过程里面在道路交通上面的一个安全的维护，切勿让学童在道路跟交通上的一个嬉戏或在道路上奔跑，以致产生危险。新学年度的头一天，河美河东国小也迎来200多名国小一年级的新生，校方也用心准备泡泡机加几啊种滴，搁有河美警分局的警察阿公伫校门口迎接新同学。星期五早上是河东国小我们开学日，很开心，我们今天欢迎了1300位的孩子一起来上学，然后今天有将近200位的新生，很感谢河美分局长期来都有个互动专案，连同我们学校的志工爸爸跟志工妈妈一起守护孩子安全。欢迎河东新生200多位的小朋友今天的开学日。也谢谢我们彰化和美分局的那个互动专案，让每个新生来学校都可以平平安安。还有那个，也谢谢校长跟主任那么用心安排的这个场景，让新生来觉得很温馨。洪在德分局长表示，互动专案的工作目标是确保校园甲周边交通通顺，加强学生安全甲校园周边巡逻，来预防意外发生。分局将定期进行校园妇幼安全甲犯罪预防巡逻，而且提高校园周边的巡守频率甲进警率，来保障活动安全。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必彩虹报道。